来看这道鸡兔同笼问题，兔子是鸡的二倍，鸡兔共80条腿，问你有几只兔？同学们，兔子是鸡的二倍，知道它们的倍数关系，我们很容易想到用分组法去做啊。假设这个小组里面啊，有两只兔子，而只有一只鸡，兔子就是鸡的二倍，对不对？有 N 多个这样的小组，每一个小组里面呢，都是两只兔子，一只鸡。这样就能保证兔子是鸡的二倍嘛，对不对？有若干个这样的小组，有多少个小组呢？一共有80条腿，每一个小组里面两只兔8条腿，一只鸡2条腿，每一个小组里面10条腿，一共80条腿，说明有8个这样的小组，8个这样的小组，每个小组里面两只兔，一共有2、8、16只兔，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玩转数学。